事。我想害你哥了，走开走开，不要撞我。哎，好笑哎！啊，他没有接球，闭嘴！没接球，没接。女儿被绑架了，安静啦！哎，太久了吧？那就挂掉啊！想十声，他就会说九九。哎，你要狂打！你要别换，别换！夺命啊！你拉我们故意没有轮到你。我不用走开。哦，算了。喂，妈妈。喂。你现在在忙吗？怎么样？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不可以笑哦。好。但是也不可以告诉弟弟哦。他数学没有考好。